者吴梦伦台北报道，女星伊能静于中国演员秦昊于2015年步入礼堂，育有一女小米粒。今日是女儿的2岁生日，伊能静在微博为孩子送上祝福，并表达自己对母难日一词的看法。由于妈妈要经过痛苦阵痛才会生下宝宝，因此孩子的生日也被称为母难日。但伊能静不以为然地说，这是多想提醒孩子妈妈的存在，多么不自信，生下米粒的这一天对我来说只有喜悦、快乐、兴奋，并称这一天是他的母喜日。虽然在女儿生日这天伊能静要飞去工作，但他仍对女儿温馨喊话，谢谢你选中我做你的妈妈，并且那么那么可爱调皮却又乖巧听话。伊能静时常在微博分享生活，凡是自伊能静微博，伊能静祝福女儿生日快乐，凡是自伊能静微博，伊能静由于秦昊宇有一女，凡是自伊能静微博，